也行，也有，你从这边也可以下去，从这边也可以下去。一般我过去香港也就是坐地铁。我们要来补拍了。船过那边。你过那边，我过来。好。全都自拍都过来了。自拍。我唔识你噶喎。我识你做咩？快啲嚟。过瘾噶嘛，同我哋拍。来。对，自拍。真的是谁来拍你都没所谓，很快的。他们看你的戏啊，什么角色，你就是几秒都不给人。没有，但有时候他自己拍的不好看，人家看这什么呀？我总以为拍的不好看，一定好看的。主要因为你一直好看，好看啊，拍的很好。哎呦，100多块呢。我钱多，昨天我进了500块钱，啊，我现在有720块，我钱多了。对，等了。小伟，上班了，小姐。喂，这怎么病过？这怎么病过？妈咪病了。妈咪在这儿，妈咪在这儿。我的提车，小姐，提车到。拍吧，拍吧。你有看过他的戏吗？有冇睇过我啲戏啊？你知唔知我边个啊？发哥，还好，还好。你小时候生活地方是在这个哪个位置？我完全没有方向感。那个北边，南丫岛在那个这个后边，这个后边。小时候在南丫岛，酸柳子的生活是很简单，很简单。我感觉那种生活很舒服，所以现在每一天我都很早往山里跑，都是童年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电，晚上你得需要太阳下山以前吃完晚饭就睡觉。那个时候还是用那个油灯，不是现在听起来感觉还挺浪漫的，油灯好像很美。对，如果黑了以后，你吃饭的时候你看不清楚有什么树在前面。你小时候会从那边经常对坐船过来吗？我们坐那个是中环嘛，我们在西环街那边，西营盘在那边。那个时候我刚训练班的时候还是没有隧道。阿姨坐船过去，然后打的到那个电视台。在那个时候，如果12点以后你下班的时候没船的话，你有坐一个小船叫哇啦哇啦。小船是这样的小船吗？比那个差不多。是人划的啊？不。在香港过这种市井生活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比北京的生活气息其实要浓。这个地方，不大，一般活动的中心就那么大。哎，北京要爬山去哪儿爬？一般，但太远了，香山。密云那边有，华阳那边也多啊。门头沟，我没有去过。所以到任何一个城市有山，您都要爬一下的。爬一下。最高去那个最高的。啊，走。最高。别告诉我珠穆朗玛峰就行了。这个我不去，太危险，太危险。我也要拔，不用，我要拔，主要没带钱。我有钱，你要买一个，给他一个。哦，谢谢发哥，谢谢你，谢谢发哥，发哥那个替我做好事，谢谢你。下期我建议他们有那个弄一个八大通那个卡，对啊，可以放八大通卡，对，你们应该有一个刷二维码什么的，太重了。其实来讲，我在电视台最没有的时候，都是一段很好的回忆。40年代刚刚电视台开始，什么也没有，去
去那个服装间拿那个衣服，没有那个 designer 跟你说啊，上海滩服装不是你没有服装师给你们选，你自己来定。后来慢慢的有那个 sponsor， 他们给你做笔记。那说明你的这个 sense 很好，因为当年那个造型就风靡。因为小的时候我妈跟人家是打工的嘛，服装间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什么去穿。那个时候但你还是拿的是对的呀，就是这个长衫要这个颜色，这个围巾这个颜色，然后没有了，那个时候没有 fashion designer 的，就是自己去弄。秋天就是爬山是挺好的，不冷吗？嗯，我看香港好多演员都爬山，刘嘉玲。哎呦，对，人都爬。他现在有一波人就跟着他走了。嗯，他去搓的时候，我带他走。哦，是你带他，然后他又带人。所以你看，这个种子就慢慢很好撒开了。对，我喺前面白车又停得。哦。那。我问到了，这个可能跟你回到那个上海有点像。对，我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对，上海的菜市场也有这样的。妹妹，鲈鱼啊，这个一般买的鱼，我们那个时候在里买。他爸爸妈妈就交给他的女儿，这是我买的，他有好的鱼就给我。哦，那这个鱼您回去是您自己做还是阿姨？您做啊？是怎么做？清蒸还是？清蒸。过泉州的做法，哦、真的有几耐啊？喂，熟？你影咗要俾钱噶喎。喂，对，行街啊？行街。啊，人都认识。喂，哎，熟？早你有几只？好轮变嚟嘅，早已经换色翻住啦，冇事啦，多谢你发手，小心啊！这个是坐在他一个买菜的地方，这个老板有几耐啊？嗨，你话了，他是老买菜的地方，是他每次送菜给我吃，不收钱，这个是大老板。哇，大老板，那你看很多演员在这里，而且每天都在那个市场里头偷偷骗骗的。我哋成日喺度骗骗喎。你啊，我啊。哎呀，康哥，你不收钱不关我事是吗？你敢讲，我也没说。熟了以后都不收钱了哈，他们不收我钱。多谢康哥，真好。陈老板，那个名主持啊，鲈鱼。你好，你好，陈老板，你好。这个细个，佢最中意食细。鲈鱼细个啊。好的榴莲不是很大哈，我以为要很大很大。不敢接，来试试看，来谁还吃？边个食榴莲啊？这个，谁吃榴莲过来？过来。哦，哎，开到果子了。才子，好好吃。来啊，你来试试看啦，辛苦你了。好好吃，辛苦你。先吃吧。我不吃的，你不吃啊？怕肥啊？今年不吃。来，好好吃。哎，来来一个。真的好，这个一半一个，谢谢，来吃，再来一点，来，很喜欢这种，喜欢吃，真的好吃，您吃一个好好吃，我已经吃了一个月，每天吃20包，人呢，真的，偶尔吃一次，但是对胃很好，很香啊，真的好吃，尝一个。这个地方好吗？你几乎在香港哪里有个地方有你的厨房，有你的水果店啊，什么都有。你就转一个圈，你几乎不用回家煮饭啊，嗯，方便了。别的地方也有，但没有这么好的水果，没有这么好的厨房。对，还有我不吃很贵的东西，太好吃了。好。走，嗯，多谢老板，吃的好满足，好撑。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晃着晃着就是好，好飘一飘一耶一耶一耶，好飘一飘一飘一耶，我飘一飘一耶。好，就这家。Hello。
阿周太，阿老小姐，嗨，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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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你好，谢谢您，谢谢您，唔使噶啦，你俾我得噶，你俾我得，这个是最旧最旧的一种，很有香港味道的，核桃，核桃糕，嗯，尝一口吗？核桃糕，核桃糕，这个你有冇做咗四十年？44年了，哇，七几年，您做了44年、嗯，这个店多少年啊？不止啊，不止，鸡尾包，咦，阿爸走，系啊，边度啊？我见到你嘅长相几靓啊，连罗啊，好，喂，太霸气了，大气吧？这不今天我们秘书做访问，今天就是逛街对东西，你看开心的不得了。轻轻松松的过了一天啊。我们反正很接地气的生活就很好。好嘞，对对。北京话叫接地气，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生活。是真正的生活，对，很好。所以出道40多年，生活中也早已回归平淡。然而周润发仍未停止在演艺道路上继续漫步。今年9月30日，由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庄文强执导的影片《无双》也已上映。干这一行，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你也是做假话的？是象征化。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等你当了主角，想怎么样都行。头发你要留到什么时候？电影上映以后可以剪掉。那个应该是下一部戏的。下一部戏就要开始拍了，什么时候？年底吧。因为上一部戏我看到我们是16年嘛，等于这部戏上18年，感觉是2年。但你紧接着又一部戏开拍，感觉节奏就紧了很多。也不会，因为写了很久，写了1年多，现在你要快也不行，感觉像，要挑。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戏，以前，接了很多戏都是，你说喜欢，也是喜欢，不过有些是感情的关系跟，你的责任的关系，那在你过去拍摄这么多的电影的电视剧当中，有20%是因为情感的原因，不得不拍的那个原因？大概是90%以上，是你签了电视台，你不能不拍啊；买了房子，你有供啊，你不能不拍啊。你太狠了嘛，对吧？我现在就是周太太要买服装啊，要化妆品啊，要买珠宝啊，你要拍啊。我觉得可能90年代以前，还更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拍，对对对对对，但现在可能就完全是为了。我自己这个电影我相信我喜欢比较单纯的原因了，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如果说你是那个行头里头一份子啊，你一个人的戏带动整个行业责任的问题，就是你得需要每一年都要拍1部2部，起码除非你真是感觉对那个行业完全没有希望了，你没有兴趣了，你就休息，你就退休吧。所以你的时间现在可以自己控制，我碰到我喜欢的戏我就拍一下，比如《无双》，你觉得剧本可以拍，不错。这个戏你看到剧本的什么地方你就觉得这 OK， 这我接了。那个戏是说我是构成的老板了，那带他进那个行业嘛，最结尾的时候是我从你加拿大的唐人街哪里出来，带你走了很多地方，每一次我鼓励你做什么什么事情，你到头你就是放弃。我说现在
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你要证明给我看你是行的。嗯，这个就这一点吸引到你。嗯，我觉得那个角色还过瘾过瘾，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一个角色。但我真的，我昨天晚上又复习了一下你当年做的那个访问，有一段话印象特别深。人家问你说你最快乐什么时候，你说啊，我童年时候特别特别快乐。然后过了一会儿，你又说我上 TVB 训练班时候最快乐，我就乐了。我想，那你人生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每天都快乐。那你基本就是个快乐的人。对对啊。即童年是我一生人之中最开心的时间，即而家我话最开心的时间就是读中学啊，同埋读训练班的时间。我们说嘛，不快乐的，长八九嘛，快乐是一点点嘛，你一点点就要快乐的时候，那就快乐嘛，你就开心，你开心，要求不高嘛，名气带给过你快乐吗？有，开心的不得了。哇，做人吧，做人吧，开心啊，开心。就那种爆红的滋味是让人快乐的，还是会让人恐惧的？兴奋的，兴奋的，兴奋的。这个其实对你的表演啊，对你那个片酬啊，很直接的。有观众了嘛，你就红了嘛，红了以后你的片酬就高了嘛。第一年就好像我就训练班的时候500块钱，第二年700块钱，第三年是900块钱。你想每一年你就200块钱，那就很高兴的了。那你拍到上海滩那一年是多少钱？几百块钱？上海滩呢、啊，几千块钱一个月，最红的时候就这样。发哥，你有多高？1.8米？180不到。180不到，我们刚刚在说，因为我说是不是跟我们小时候记忆有关？包括拍那个《英雄本色》的时候，都是可能仰拍，显得很高大，可能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印象太深了，一直觉得你是很高很高的。你小的时候看的东西，你矮吗？你小的时候很矮吗？你不高，你看，哇，这个人很高。你高了以后，现在你看他，你看周润发，哎，大哥，怎么？我看着，哎，走吧，大哥，搞得这样吗？现在他比我还要高。没有，小孩还是喜欢那种英雄人物嘛，那样的人物叫 larger than life， 是比实际生活当中的普通的人是要显得高大的。网上可能有一个片段，就是一下喝12个鸡蛋那个，那个你还记得吗？拍那一段？我记得。单手打鸡蛋很帅。其实来讲很简单，我告诉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现在我跟你做访问。我的眼中，这个空间只有我跟你，别的人我看不见。我享受这个空间，所以我很享受导演说 camera 那个空间是我的，我跟你的啦。OK， 别人不能进来的，所以这个空间是很宝贵的。就这样，那把这个空间换到当年那12个鸡蛋呢？都随意啊，都随意啊，根本那个时候我忘了那个是周润发，我不管我肚子有多大，可能我吃完以后会吐，我不管，就那个时间我说导演说 camera， 就把它吞掉，就那么简单。那 cut 之后呢？我没有吐啊。所以这是你每一次都是这样，只要 camera， 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不存在。这是从第一天你就可以做到的吗？当然有一个过程，因为以前的电视台是不是一台机器的吗？3台。你要走位，你要看哪个机器灯亮了，红灯了，你就往那边挪一下讲对白，然后那个镜头在那边，你就过来转过来讲对白。虽然你讲对白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镜头在那边的灯在亮，哪个呢？你就要。很在意在哪里，要不然你的表演好是背着在镜头里就完蛋了。我说其实来讲，我告诉每个演员就是，你不要理那个镜头怎么样，其实那个镜头就是你的朋友跟你沟通的。那像你心态这么好的一个人，最开始拍电影那几年大家说票房也不太好，所谓什么票房毒药，现在看当然可以一笑置之，但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也不会有压力吗？不会不开心吗？也不会，反正你就是刚才我说了，你个负担就是你买的房子就贷款啊，我妈妈住得好，我能吃，我孩子活着就开心了，就这样讲简单。名利那样也我管不了了，我真的管不了，到今天我还是管不了。
因为观众口味每一刻每时间每个年代也不一样，每一部戏他有他的命，是吧？你不一定你出来你的表演一定好，他们会喜欢买掏钱去买票看你，不一定，可能你的戏演得很烂他就喜欢，说不定。就你个人来说，你觉得这部戏我告诉你，周润发烂片啊，烂的戏啊，90%，好的不到一部两部，真的真的。那现在比如选剧本，还是像以前那样，是你选还是你太太发嫂来选？我是，这最起码就是我喜欢了以后，让他看一看，然后他再来帮你把关。把关就是谈那个合约啊，时间工作时间啊。这样东西呢，其他我不理的，我就去演。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可能应该问发嫂，但我先问你，你觉得嫁给周润发辛苦不辛苦？当然肯定很开心很快乐，辛苦不辛苦？我感觉他会很闷，我是一个很闷的人。你觉得他会觉得很闷？因为我每天做运动以后，就回到家里就待一天了，不出去了。那他也做运动啊？所以他现在不闷。他会做运动。哎，那你不觉得做一个女性，老公每天在身边会很开心，老公陪着她不出去，她会觉得他以为我有病，在家里待着，你为什么不出去？我不想，我不出去，我不出去，我看看上上网，看看别的东西，听听音乐，就过一天。我感觉他会感觉我很闷。那做他的老公你闷不闷？开心得不得了，有他的照顾开心得不得了，很舒服啊。发嫂说一开始谈恋爱你说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对啊，不会。为什么？我感觉应该不要给他自己一个包袱，也不应该给他个包袱。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就为了结婚？那后来怎么就改变了呢？拍到《秋天童话》的时候怎么就改变了呢？跟纽约秋天没什么关系，就是改变了。可能是他为我做的事情太多，那得需要跟他有个名分吧。还有，如果出去以后他是周润发的太太，在我往后的工作他有份的话，他感觉是特别有劲，对吧？是我公司一个 partner， 又是我老公，又是我朋友，这样比较好一点。如果有孩子，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吗？因为我看过发嫂对记者的讲述，她说她那一段，她差不多7年的时间走出来那一段痛苦。我要等到7年都，甚至乎等到7年后，我才明白个道理。过去就过去啦，冇所谓。那你有几年时间走出来那一段痛苦？已经很快就过了，因为你晓得，如果两个人同伤悲，就是没有什么好处，对每一方都没有。就我只有不停地鼓励他，你过了就过了，所以这点可能还真的是要感谢你先天的那个性格。性格。所以你说我将来，我跟我太太百年之后，我们全部的财产叫裸捐。你反正那个钱对我来讲也不是我们的。对，这点我特别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来的根本没有什么，也没有，就走的应该是讲没有什么也没有。但你现在你不还是在我们谈合约，该我赚的我还是要赚，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形态，生活的方式，这是该有的过程。过程就是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做这个事儿就有这个规矩。对，就是这个规矩，就是我周润发拍这部戏你该给我多少钱，这个钱我怎么用你也不用管，但我该有这个钱，然后这个钱我为日后我就捐掉了，这个叫规矩，对吗？规矩。但这样你会有赚钱的动力还是没有动力？有动力的是演戏。能够几十年都保持这个兴趣是不容易的。对啊，一定的，要不然你走没不可能走得那么远，对吧？所以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哦，可能，对不对？对周润发这个人来说，一定，这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那如果观众期待的、喜欢的，我应该能做到的，那应该是不停的将周润发提升到另外。你会不会给自己压力？你觉得不，我应该永远都是那个运，这个运到什么地方？就是好，我拿着那个破烂的那个板，画板。
我等浪来了以后出去就爬啊爬。但如果没有你也能接受？如果没有浪的，我们坐在海边看海。我在认识发哥之前，或在见到他之前，他已经是如日中天了。那么他在我心目当中就已经是一个明星，而且一个是性格很突出的一个有演技的明星。就这一切都已经决定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英文叫 larger than life， 就是一个超出你一切想象的一个挺伟大的一个演员。人过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基本上是100%，就是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随着岁月的推移，你会变得更加的放松。就以前你会特别在意的、特别纠结的事情，你就会不那么在意、不那么纠结了。那我觉得发哥他早已经过了那个人生的阶段了。往那边，往那边看，再回来我都哇，不得了，酷了。反正那两年他也会经常给你打电话，写那 postcard， 你说每天收到，他喜欢你就这样。喂，啊，黄大哥你好，黄大哥你好，我知道。斌哥哥，黄姑娘，叫我蓉儿吧。看了很多，我们在拍节目，在采访黄日华大哥。他是我的前辈。啊，你也保持得很好，这叫胖了一点点，还好了。看，这里什么？好 ，OK， 拜拜。谢谢，拜拜，谢谢黄大哥，黄日华大哥。发嫂，你现在对香港熟还是对新加坡更熟啊？现在对香港更熟了，不是新加坡哦。因为你在香港已经有多少年了？32年。哦，有结婚多长就多长时间？对。那绝对是已经是香港人了。新加坡你们放过上海片？有，也是那时候放的吗？香港同步，同步。哦。他那个时候是放那个录像带的。你们不是电视台放的？不是电视台的。电视台啊？对呀。那像你们看，你看是在电视上看的还是？没看过。对对对，你是后来才看的。我家人欣赏他。因为我在外国读书嘛。哦，你当时在国外读书，所以没有看。不知道是谁是张日华。哦，但这个名字总听说过吧？有，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奶奶很喜欢他。哦，每次他来新加坡表演，就叫我去买那个票。哦，表演什么呀？表演唱歌啊？大哥，你唱歌怎么样？拿过白金唱片。我们还是讲爬山吧。哎呀，你看。哇，这一下子感觉好清凉。很凉快啊。清凉。我们就是爬山，今天不走路。哦，这比走路可厉害多了。这是什么区域啊，发哥？西贡啊。哦，这有西贡。这个太平洋、太阳在东边，在那边出来。这个是王牛山、水牛山。我那边是马鞍山。这个是我们麦理浩径的第二段，在那边走，走100公里到团部那边就完了。那你坐那边。啊？你坐哪？坐这儿。啊，眼睛放点。啊，再远眼睛，过来一个。好，往那边。往那边。往那边。好，往那边看。好，再回来我多一点。好，再来一个。好，各种摆拍。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这样，把那个照片。还有各种 app 呢。哇，不得了，酷了，偏黄一点啊，古典一点啊。好吧。玩得很溜啊，这个得需要的，今天已经满足了。满足吗？非常，我们都满足得不得了。我找回我的名字，周润发。好，行吗？非常好。有我签名啊。对啊。行吧。是的哈。
马上就搞定了，非常好。好，辛苦了。最后的礼物就是奶茶红豆冰，请。我天哪！希望你喜欢，真的很好啊。啊，真的很好。哪一次？哎呀！刚才发哥特别逗，我说那个你跟发嫂在一起结婚这么多年，是什么感觉？他说很开心呢、啊。我那发嫂跟你在一起呢，他可能会觉得很闷吧？他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闷？哦，你是什么感觉？习惯呢？不是的，他不闷的吧？他闷，他不闷的。应该说他很尊重他自己的自由，嗯，还有我给我的自由，但是我比较。因为我可能有工作在身，我不闷，我不觉得闷。跟他这样的一个 big movie star 在一起生活难不难？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总之我做回我自己，我没去说是发哥他带我要这样做，没有没有，我做回我自己啊。嗯，喜欢跟人啊在街上聊天啊，去运动啊，什么普通人一个。没有挂着周台，没有。那这点他很好，他给你这样的空间跟自由，对对，还有尊重，对对。那如果当初比如他说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他说过啊，对，我知道。如果他一直不跟你结婚，你还会一直跟他在一起吗？啊，但你内心也会不开心的。没有，没有啊，没有吗？真的没有啊。如果是我，因为我这样问，就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很不开心。那刻他跟我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会娶你啊，我说好。没事啊，到拍在纽约拍戏了，他说来了，我们去结婚，拍完戏晚上戏，早晨十五去教堂，签个字$15就结了婚了。我觉得做人不要说跟他，是不要去有什么条件做每一个事，总之做回自己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性格。那他说他第一次被你吸引，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单纯，很可爱。那你被他吸引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人上什么东西，那个 quality 是最吸引我？因为我刚才跟你说，我不知道是谁是周润发吧？嗯。那有一天朋友介绍，说啊，他是说啊、哦、，OK， 去看看呢。是第二次他飞不到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叫我出来吧，就出来。我穿一个短裤，但是跟下去他就每天晚上就找我了，但是我不敢去爱，因为我听到很多东西不好的，关于他的传说是两年了，没有啊，那两年没有拍拖，但那两年他会经常请你吃饭，打电话给你，嗯，那你两年其实你也是喜欢他，只是不敢，还不清楚啊。我喜欢不喜欢他哦，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喜欢他啊？ charming 而已， charming， 但是说内心我还有没有把握啊。那你还是一个很有控制力的一个女孩，就你会想得很清楚。我做每件事比较这样，但是两年啊，万一我考虑两年这个人跑了怎么办？没事啊，跑了就跑了，就是缘分嘛， fate 嘛。那他这两年他也没有交别的女朋友？有了，可能我不知道嘞，也没有问，不用问呐、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是吗？我就没有信心，要是我的话，我就会每天各种瞎琢磨。不用，要是不没有信心，我们每天遇到的东西，还有包括你说他是你的男朋友，一定要去想他做什么，有其他女朋友，很烦呐、啊。不能啊，反正那两年他也会经常给你打电话，写那 postcard， 你说，你几乎每天都写，每天收到，会每天去寄一张 postcard。他喜欢你就这样吧，啊，是吗？他是不 romance 的人来、啊、那为什么两年之后你就被说服了呢？你就知道自己我是喜欢这个人的？因为他对妈妈，有时候我工作上要来香港，见去大家，有。你看到他对他妈妈的那种爱心，那种态度，他们有时候就说一个人啊，你要做一个完整的女人，我就很反对这句话，觉得啊，你必须得有婚姻，婚姻这东西也是个缘分，你有就有，那没有就还没有。
比如孩子，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是完整的。对，总之你开心就行了，你对你的父母亲好，有负责任就行了。做人是这样，不要贪呐、做人要满足啊，你越贪越不行啊。哎呀，我当时错过了，没有孩子会是个很大的人生遗憾，会吗？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伤痛过后它就过去了。再想干嘛？你给这个爱上给其他人也是一样嘛。很多小孩子啊，很多小孩子啊，在我的旁边啊，真的，干嘛？老天，这个是老天安排的，他要拿走就拿走了吧。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你看成年人的相处，你应该看不到太多的那种就是所谓叫做 chemistry 就化学反应的东西，因为他们都说那种化学反应可能经过多少多少时间之后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到了我这个阶段，我看他们那种相濡以沫的东西，那种熟悉，就彼此我都不需要告诉你我感知到你的存在，但是你们彼此都能够随时的感知到对方存在，那种默契是会很打动我的，会让我挺动容的，因为这种东西你只有相处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有的。卧虎藏龙里头呢有一个对白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深，把手握紧你什么也没有，把手张开你拥有的是一切。别这么死，别这么直接这么玩就完了，他就死在山上，永远叫意外，就所有保护有完了的地方就没保护的地方就出事。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新浪娱乐、新浪微博、网易娱乐、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加快新闻客户端、趣头条、黑鱼 APP、 碰新 APP、 模范生、泛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腾讯视频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